我给你个肥皂。完了，气子够呛。四个药。全军出击。租的咋不一样了？租的就感觉这不是自己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不行。哦，你想打一架吗？我的锤子也响。多蓝剑的猴。小炮得来个紫炎之力，在全力发挥，那就是一切，不是吗？给你个盾牌，扣一下，平 A 一下，不灭 A 一下，吃个药，再 A， 扣一下 ，A 一下，撇个肥皂，减肥皂。Q 闪接点炎，这猴刚才吃了个药，不过没事，给他打废了。一过来 ，Q 一下，撇肥皂。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你为啥不回家呀，猴哥？我撇个肥皂你不死啊？猴哥，你不死了吗？呀！哎我操！哎我那什么，上，俊哥！俊哥！这完了呀！哎这。这为什么我那肥皂没撇出去呀、啊、感觉呀、啊、不是刚才我那个肥皂为啥没撇出去呀、啊、我左键撇肥皂接 W 呢，为啥没撇出去呢？俺俩全是打杀。哎呀，精彩呀，精彩绝伦。我先摁 W， 啪一个肥皂把他撇死。哎呦我操，好痛。差点我就死了，哎呦，完了，这你不完了吗？这我的虚区好高啊，我有这么高的虚区吗？看起来和锤子很配，我走的路当然很多。先来两个红宝石，他就打不动我们了。小反甲不买吗？不买呀，对面全是 AP 的，打野也 AP 的，中单也 AP， 小反甲就不买了，不用买，没关系。撇肥皂，哟，你真德玛西亚，
他溜了，不能太狂妄，不要被他直接一刀。啊，好，我们也溜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伙计，找人是很难的。撇肥皂。像盾牌一样。抽一下。上墙，没上墙，收一下。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完了，这波兵补的可老难受了。有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。猴哥还挺狂，猴哥，啊，狂妄吗？这猴哥，吃我一个不灭！我这反应不行，那猴E的时候我W开不出来。我必须得反应快一点的，小炮的 W 技能必须得是立刻能开得出来，开不出来玩什么小炮。吃个塔皮，哎，这就得打住。等等，我之前回到这里说了什么 ？Killing spree。这把好像布甲鞋也可以用。我承认 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那就布甲鞋吧，就别水银鞋了。我一个日炎应该够了，出完日炎我们来个紫炎之力，或者是巨型九头蛇，先来个巨九吧。看来得整这边。猴哥这波必须得杀咱们俩啊。没事，死定了。哎呦，我猴哥会装甲猴，但是装的还是不行，跑的太快了。我就寻思他 W 刚用那玩了二十多秒 CD 他好了，但是刚才他不动那一瞬间我信了，嗯，我信了，把我骗到了。W 一开，撞上墙，平 A 接钩，起飞。你这也不掉血呀？干啥呀呢？飞闪！我打死他！啊！没蓝了。嘴巴，信哥，漂亮，信哥。完了，买错了。
如果你在等着我放弃，也许一直到黄泉路。这波这猴支援中路支援的还可以啊。艾克是打野吧，嗯，打野这英雄三环打人太疼了。我到了，没事，他走不了。还非得打我一下子，你说你妈走，你说你能走到哪里去？给我上墙！那猴上哪去了？来来来来来，起飞！哎，挡一手，你还非得回那个头就啊？还非得就回个头？我这 W 没有，这不给你换了？回那个头干嘛？来个聚酒吧。我还没出过这玩意儿呢，我出一个看看。蓝有点不够用，是得来个大冰心啊。看看那皎月上哪去了。你干啥呢？你在这蹲谁呢？皎月蹲人儿还？这派克可以杀呀，上墙，致命点烟，投降了。